谁家的一老一小敢来挑战我求宝的世界。我完全分不清，我脸比他长，我脸比他短，他脸就像个球。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我和杨帆谁漂亮？杨帆老师漂亮。你别搞艺术了，你的审美有点跑偏。考网的特点就是考那些小学生不会的题。你想一想他们都在干啥，梳头肯定不行。准备好了，放。突然好像变厉害了。欢迎来到全新的越战越勇，我就是颜值爆表、拥有最强大脑的球宝，让我看看是谁家的一老一小如此大胆，敢来挑战我球宝的世界，你们准备好了吗？祖孙协力答题，用爱拉近距离。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新升级改版的越战越勇，这里有绚丽的舞台，这里有全新的赛制，这里不变的是欢乐和精彩。全新的越战越勇专门为祖孙情打造了一场意志大考验，可以带您感受紧张又好玩的接球答题闯关任务，探讨代际情感，一起赢得大奖，合家欢。在正式进入今晚的挑战之前啊，首先为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代际开场表演。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娇艳两对半。越战越勇，本节目由广药牌灵芝包子油特别呈现。广药牌灵芝包子油源自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浓缩灵芝包子粉精华，提高免疫力。在正式进入挑战之前，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情感观察员江小海。大家好，杨帆好。今天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的机会，因为小韩嘛，他们家孩子现在3岁半，对不对？我不瞒您说，就是我们家还7岁多嘛。就主持这几期节目之后，回家我面对孩子的态度都变了。怎么了呢？就是他再调皮再任性，我都会知道有什么样的办法去应付他。送爷爷奶奶家去。不不不，这是我们不了解孩子性格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这样的教育的方式的时候，采用的比较极端的方法。我相信啊，通过来我们现场多做几次这个情感观察员，小韩一定会在育儿方面有所收获，大大提升。对，期待着小韩和我们今天的挑战家庭也能碰撞出火花。好，抓紧时间开始挑战吧。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组祖孙搭档闪亮登场。哎呦，今天人多呀。您好。大家好，我叫谢明洲。大家好，我叫谢明阳。我们9岁了。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我是哥哥，我是弟弟。周阳是吧？旁边的是，大家好，我叫王淑英，今年72岁。旁边这两位是我的外孙子。看姥姥那个幸福的样子哈、啊。
有这么可爱的外孙，而且一有就是俩，而且长得还一模一样哈。这小韩，你在那个远处，你能分清他们俩？我完全分不清，他俩长得一模一样，还真有不一样样的地方。真的吗？真的不一样，是在脸上吗？你先告诉我。是。好，那你正对着小韩阿姨，不动也不做怪表情，很细微。那你要是说脸上哪儿有颗痣不一样，我这个位置就看不出来。还真，我和他有个痣不一样啊，就是还有一个。咱不说那么细微的，就是坐在小韩阿姨那么远距离。能看出来区别的地方有吗？有。好，那咱们就不动了。就在脸上。你就好，明白了。好像要这么说的话，不完全一样了。哦。嗯，好像这个下巴的长度不太一样。没错。没错。是吗？是吗？我脸比他长。哎呦。我脸比他短。哎，那我问一下，你们觉得脸长好看还是短好看？他脸就像个球。你骂谁呢？你是骂弟弟呢还是骂我们的球宝呢？哎，我听说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哈，因为按照我们这个规则只能两个人两两搭档，你们这肯定是多了嘛。据说为了争取谁上来和姥姥一起合作，你们在台姐都打起来了是吗？那倒不至于那么严重，争起来是吧？争起来了，口语就是争起来了啊，就没动手，但是反正都是非常想上台是吗？也有也动手了是吗？对。就是这几天呢，我们听说要参加节目，在家里进行了一个小比拼哦，就从学习方面到琴棋书画，也有一些、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然后就比拼了一下。对，也有一种考题，好，谁做我的分多谁就谁上。你看你那个得意的样子。这段时间里他就比我稍微乖那么一妞妞。是这样啊，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们俩还小，对于这个亲兄弟啊还没有太多的概念，总感觉是竞争。长大了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最亲的就是你们两个人。我真的不希望你们俩由于参加杨帆叔叔的节目闹掰了，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啊。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哈。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今天呢在正式分道扬镳之前，对不对，能不能先给叔叔来一个小合作，看看你们俩的默契。好，行，好吧。好的。请。什么表演呢？古筝表演，站台风。哦，真说话多齐。嗯，来。真的棒，但是我看出一点问题来。啥？这个古筝弟弟弹的会更好一点。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这边是哥哥。吓死！我刚想说今天应该让弟弟和姥姥上来再试试，刚想调整矛盾说这是哥哥。行，就当我啥也没说行吗？谢谢你们的表演。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小韩仅仅认为我们这兄弟俩只会古筝表演，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最主要的才艺也其实也是他们家的祖传的一项内容，对，就是家里世代都是中医，所以这是两位小中医哇，今天来到现场就是给咱俩看病来了。你们俩会什么？会找一些穴位。会找穴位。好，来，腿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用什么按哪个穴位，就是让我会缓解我腿部的疲劳。我觉得站着呢，就是主要是腰背不舒服，是疼。腰背不舒服可以按摩委中这个穴位。好，那么委中穴在哪儿呢？
委中穴就在大腿、小腿、膝盖的后面，这有一条凹陷，对，凹陷的正中央，也就是委中穴。哦，然后按它是缓解腰背的是吗？它不是缓解腿的，它是一个反射区，对吗？好，这是一个我会了，还有吗？还有。还有。如果嗓子不舒服，可以按揉手大拇指盖儿的左下方这个位置。嗯。这个位置可以用钝点的火柴棍或者牙签按揉它。如果您嗓子实在就是咽吐们特别疼，也可以用放血针刺它。嗯，放血呀、啊？不会失血过多吧？不会，不可能，不可能。这个地方也就是少商穴。哎呦，谢谢两位小师傅啊！今天既缓解了我这个腰背疼，又缓解了我这个嗓子疼。那你看这个小韩阿姨今天来，她想减肥。有没有说按哪个穴位？其实真的是有针灸是可以减肥的，对不对？这个你们有之前了解过的吗？让我想想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就是你们俩真会针灸是吗？是，两岁多开始看别人扎针，三岁多爸爸给我们扎针，四岁多我们就开始给别人扎针了。我的天呀，第一次扎，我想问问扎的是谁？扎的是我爸爸。哎呀，看看爸爸气色还不错，看来这个穴位是扎对了，是吧？扎对是有理由的哦，毕竟我们现在这是第五代中医了吧？哎呦，那至少得有点遗传吧？遗传、哎，那我这个手感是不是就不会让人疼呢？哦，说到这儿就自信了哈，还是他爸那就是第四代对吗？对，是的。但我这个就不太懂了啊，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说孩子两岁就开始接触，有这个必要吗？其实主要还是想，从耳濡目染的这个角度让他俩去感受。像平常姥姥姥爷有时候腰腿不舒服啊，胃肠不舒服啊，在我的指导下，他俩都会给姥姥姥爷去拔拔罐啊，扎扎针，调理调理。姥姥现在就可以享受孩子们的这份孝心了，是吗？对对。所以你看，今天有点遗憾，不能感受到这个针灸的过程了哈。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是上门体验一下，好不好？好的。好，那就弟弟到台下在观战区给哥哥加油，给姥姥加油，好吗？加油加油加油，尽量不要掉球。接下来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第一关，技高一筹。关技高一筹，答题规则：本轮挑战需要祖孙二人在规定时间内共同答题，并派出一人接球，答错或未能接到球均扣除一格能量值。球宝的考验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仔细观察一下图片，计时开始。拉的直的请问图片中哪种乐器的琴弦数是最多的？这边我记得是二胡，这两边都是拉的。嗯，对。中间这四个都类似于琵琶。对。都类似于吉他。吉他。但是我记得好像是球宝。看你这第一题出的，孩子脸上汗就下来了。我在思考呢，没事。不是紧张的啊。你不说我以为你开药方呢。最后五秒钟哈，吉他吧。五，球宝那家伙怎么这么嚣张。三二一，哎，等会儿，你俩谁接球？你来接是吗？你替姥姥接是吗？我觉得应该是第三个，中间这个。好，来，祝你好运。三二一，哦，我说是吉他。对，我说是吉他。答案错误，扣一分。没有接到球，再扣一分。来下一题吧。请仔细观察以下图片，计时开始。又是那道符。
删除这次的考试。请问把组数字相加之和为十？我记得有一个三和七的，第三个。我想好了。你好像都没跟姥姥商量啊。不是，我不是一定要你商量，是因为什么？去吧。你能告诉我吗？我主要关注的是第五个和第三个，因为第五个是双数，第三个是单数。那么第三个我记得是三和七号。好，我相信你一次哈。三。二一，哎呦，啊，差一点儿，我真遗憾。我怎么看着你弟弟比你还着急啊？还是让我上吧，没事，下一题一定。一定得给弟弟赢一个球回去哈。对，选对了，这就是进步，对不对？但是没接到球，对不起，我还是要再扣掉一格能量。球宝继续出题。请仔细观察一下图片，计时开始。三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两个人。你想一想，他们都在干啥？仔细看他们在干嘛，有没有你认识的？如果你不认识，可以让姥姥帮忙仔细看，她应该都认识。请问哪张图片中有女孩？嗯，应该是四吧。四在干嘛？好像在用手做游戏。确实是用手在做游戏。反正我记忆当中应该是有个女孩。肯定吗？肯定。相信自己吗？好，那你去做决定好吗？你去接一个球。哎，你刚才那个眼神承受不了压力。加油加油！万一这回是四。能接到球出风头的机会不是你吗？确定你不接了啊？让我试，再次试一次。对，没事儿。小小男子汉，对吧？游戏开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三、二、一。哇哦！哇哦！耶！这回要不是我劝你。接球机会就轮着姥姥了。来，挑战继续。三个人三天喝了三桶水，九个人九天喝多少桶水？二十九。请问下一个音是什么颜色？我说是绿色。第一关全部回答完毕了，还剩下五分，有点小不开心是吗？没事没事没事，你是男子汉的对不对？嗯，下次努力。你自己总结出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我觉得题还是得看清楚，有时候还是有点马虎的嘛。按道理来讲不应该呀，你和弟弟眼睛那么大。自从我第一次球没接着，然后题答对了，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球框，哪个玻璃盖翻开了，我往哪边跑。哦，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了是吗？就忘了看题了是吗？那你看这个题，它不是两方面，你得先答对题才能去接球吗？弟弟，你作为重要的评委，你给点评一下，你觉得哥哥刚才表现怎么样？是好还是坏？你说吧。一般般。要是你上来呢？要是我上来，我感觉比他强。真的假的？哎，咱也不知道这节目可不可以换一下人什么的。不是他们俩，因为不是就是五次是吧？他只接着了一次，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哦哟，好几次都是题选错了，我跑我也，你说球快还？但是有一道题你选对了，球没接着。那是主要那个时候对球的触感还不熟悉，然后他马上就有经验了。现在我相信，只要球从你头上的框往下掉，你百分百能接着。啊，我还得说弟弟。我刚才希望你鼓励一下哥哥，有你那么讲吗？本来你哥哥刚才都已经没信心了，让你说完之后，你看那脸。希望你在以后的比赛，比赛当中，在参加别的节目的时候，你在后面的比赛中要不要出现这么多错误，不要马虎，祝贺你加油。这个弟弟是当领导的吧？有没有信心？接下来第二关马上开始了。有。
来，好，进入我们的第二关。第二关的名字叫各个击破。本轮挑战，祖孙二人分别站在玻璃幕墙两侧独立答题，仅一侧随机掉球，答错或未能接到球均扣除一格能量值，能量值归零则球保触底，挑战失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球保请出题。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背面的图案是哪个名胜古迹？应该是，不用说出来，你走到数字上面就可以。应该是，都先不用说，我们是 B 卷答题，啊、嗯，好，如果确认的话就可以转身了。我就确认这个吧。哎，姥姥和外孙选的答案是一样的，都是二号，那答案正不正确呢？来，三、二、一。变厉害了，看着那小眼神呢，抱着球第一视线就看着弟弟，先看弟弟。那下次我扔给他吧。可以啊，加油，挑战继续。请问哪个动物的牙齿最多？有这个速度那么快啊。好，选好了就请转身。啊，姥姥选的是鳄鱼。蜗牛有一万颗多假牙齿呢，你这生物咋学的呀？哎呦，你确定蜗牛那么多牙齿啊？我确定。好，请准备，三、二、一。祝贺你答对了啊！确实，这个蜗牛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万多颗牙齿啊，但是要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外婆答错了答案，所以要扣掉一分。挑战继续，请观察以下图片，寻找从左到右的规律，找出与规律不符的是哪张图片？啥意思呀？有一条横线从下逐步的往上走，哪个没有？哦，我知道了。选好了，外婆就可以转身了。可以了吗？啊？我们先来问一下外婆为什么选她。我看着都像对称，你看，不是对称，你看这边一二，然后六四五，这块应该三。哎呦，你好厉害呀！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太棒了，三二一，外婆也要抬头。哎，得谢谢我吧，谢谢你，全是我答对了，所以只扣一格能量。来，请看下一题。竞选班干部的时候，统计选票最常用的一种计数方法就是用正字来计数，请问正字计数法最早起源于下列哪个场所？一般说多少个数，我们要拆成多少个正。对，这个有难度的，确实。好了，就可以转身了。外婆选的是学堂，周周选的是军营。我有理由，因为你看军营，它一般都是站姿嘛，立正。哦。很会分析，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三二一。哎呦，啊，戏院。正确答案是戏院。哎呦，完了，出事了。来，撤玻璃。民国初年，在这个大戏院门口统计来了多少人，就是用这个正字来写。五个人一起，五个人一起啊！后来就流传下来。由于周周和他的外婆都选错了赛道，然后这个球离得有点远，没有接到，所以要扣掉三分。那12个积分就全部使用完毕了。
会有不开心吗？没事。说说吧，今天参加节目有哪些收获？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一些知识吧。嗯哼，你觉得在玩的过程当中，一个是自己答，一个是和外婆合作，你回忆起来更喜欢哪一关？也不好说。也不好说，各有不同。这是我自己理解的啊，就是合作呢，我觉得一起分析，这个有就是更高的就是答概率，对，答对，嗯。但是一个人错还好点，假如两个人都错就不好了。哦，有道理。那么一个人答呢，好处就是没人干扰你。对，自己答自己了，就算错了扣的分也不多。但是弊端呢，就是你只有动自己的大脑。我觉得不错啊，这么小的小朋友对这个看问题有这么深的理解啊，很出乎我的意料的哈。我觉得周周吧其实特别好，虽然刚才你看你答题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在高压的前提之下，然后你还特别善于动用你的脑筋，虽然你看你最后军营那个答错了，但是我觉得你有你自己的思维方式，然后你有你自己的判断，然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值得肯定。所以今天我们的球宝也给二位准备了一份礼物，我们来看是什么。奖品来啦，祝贺二位获得了由中视电传提供的广药陈李济茶叶一盒。谢谢啊，继续加油好不好？再见。拜拜。再见。再见。祖孙协力答题，用爱拉近距离，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越战越勇，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祖孙搭档闪亮登场。哎，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好轩，今年8岁，最喜欢跑酷，喜欢运动啊。喜欢跑步。嗯，跑酷。跑酷啊，炫酷的酷，就是跑起来很酷。嗯，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位是？我是张浩轩他奶奶。啊，奶奶请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崔树珍，今年63，跟着张浩轩一块上节目，是不是录节目？奶奶还说的挺细。我们俩一起来录节目了。是，肯定是你们俩一起来录。但是这个小浩轩哈，个头不高，但是会的本领可不小，会跑酷。对，后空翻会。这个跑酷都是跟谁学的？是我爸。啊，欢迎一下浩轩的爸爸哈，来请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张磊，是一个跑酷的运动员，现在是在做跑酷教练。那不用问了，儿子这个跑酷都是跟您学的是吗？他要子承父业，这是他跟我聊的啊。所以是他跟你提的这样的想法，想学跑酷。对，这是不是你强加儿子你必须得会？不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是我想学的。你想学啊？你现在会点什么能在舞台上展示的？ OK。 行，这舞台够大吗？够大，副业好大地儿呢。张道具是吗？好嘞。哇，太帅了啊！哎呀，他奶奶笑的，这个骄傲啊，这个幸福啊，看不出来啊。确实，你这个本领可不小。从2岁就开始练了。开玩笑，2岁小孩不是刚会走吗？2岁就能练？你可别这么说。哎呦，怎么着呢？2岁，我爸带我出去练，带我出去看。那2岁的事儿，你记得那么清楚呢？当然了，我这是我听我爸说的。哦，听爸爸说的，你自己也记不住了哈。啊，是记不住了。但你看，爸爸今天他虽然是跑酷的教练，咱们都没让他展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水平。拍过电影《当替身》。哦，当替身，那老爸很厉害哈。老爸给我们介绍介绍，都给谁当过替身？给这个功夫巨星甄子丹。哇哦。哦，我们合作过6年吧，那个时候。哪部电影？替身。第一部就是《十月围城》。哦，然后那个时候满大街放的那个
在小巷子里边那段追逐的，那一段，然后从那儿开始，一直陆陆续续合作六年。哦，这个厉害了。叔叔，我跟您说，就是我爸，我爸跟我说的不是这样，我爸说的是那个有的那个是有难度的，就是做不了。别人做不了，必须你爸完成，是吧？对。有你这表情够骄傲的。那你觉得长大了是你厉害还是爸爸厉害？我如果好好练的话是可以超过他的，但是现在的水平呢，还差一点点，是吧？差好多，这么多。哦，差那么多，这么多。那你就需要更加的努力了，哈，才能超越爸爸。但回头我得先问问奶奶的意见，奶奶支持孩子学跑酷吗？乍开始不支持，也是担心。担心的时候您怎么就旁边你也跟着出去？乍开始跟着我一块儿练，也是奶奶也跟着练啊，您也跟着练。乍开始，您的意思是跑吧？练过，跟我爸练过。练跑酷啊？跟我练的。奶奶也是那动作吗？蹬个箱子就翻过去了，来个空翻什么的。做一些简单动作就行了，简单点了。这把阿姨给练坏了怎么办啊？老年人骨质都疏松啊。那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十多岁的奶奶，三十多岁时候跟你练的是吧？以前还行吧，因为我们那会儿也是，奶奶也是不太放心，然后就一直看着跟着。后来奶奶看着，哎，这个挺好玩，我说要不你试试，啊，我说这个，然后就做一些简单分解动作让奶奶去试。结果奶奶发现吧，哎，其实玩这个对身体也有好处，然后还能跟孙子一块玩，啊，所以就练了那么一阵儿。后来也是我这边也是太忙，老带着奶奶呀什么的，慢慢的可能就是我单方面原因就解约了，跟奶奶跟奶奶解约了。叔叔，我那个后空翻有一个口诀，自己编的。哎呦，那你告诉我你的秘密，你是怎么做到后空翻呢？我那个口诀告诉您。行，我不告诉别人好吗？你说吧。你都在那大台上了，您不告别人可能吗？有可能啊，我肯定不说。那别人看见了咋办呢？别人看见了，咱先转移他注意力。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您去外边去倒点水，接点水。我们这段不想让您听见，说吧，都走。叫起跳高，收腿快，目视前方翻得好，是个很短的口诀，然后也是对我很有效的口诀。哦，由于你知道了这个口诀之后，你空翻就成功了，是吗？后空翻。哎呦，那你都舍得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我问问你，是不是想收我为徒啊？不是。是不是？你爸爸教你，你想教我，是这意思吗？不是。我可以跟你学吗？你想学就学，你不想学就不学呗。还有点犹豫哈。哎，我就发现了，确实这个练了之后孩子他很自信，就在台上他善谈的一种表现，他就是自信的表现，说话声音非常洪亮，而且对自己说的内容特别笃定。对，而且喜欢主动搭话，没话找话。他要找机会展示一下自己。对，很好。但是今天我要检验的是你这八九年来和奶奶在一起究竟有多默契，好吗？因为这个接下来第一关的答题就是你要和奶奶合作，可以吗？我都早分好工了。行，第一关咱们先考记忆力，好吗？来，面向前方，一起进入我们的技高一筹。秋宝的考验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请仔细观察以下图片，计时开始。记住了吗？请问哪只小兔子手里抱着酒坛子？五，我记得是三。那是五吗？三。这孙子主意挺正啊。对，他一直都是那样。好，小朋友很相信自己哈。那答案正不正确呢？来，三二一。哎，
没关系，还有点不熟悉哈。答是答对了，还是答是答对了，对，球没接到，很遗憾，我要扣掉一分。球棒扣吧。哎呀，还挺大方，扣吧。嗯。来，挑战继续。请仔细观察一下图片，计时开始。第五个是什么？看来第五个是什么？那柿子。第五是柿子。第一个。第一个我也说不上那是什么来着。请问，图片里的食物数量哪张是三个？我觉得最后一个。哪张是三个是吧？五。五是什么呀？你就往那儿去了。柿子三个。确定吗？确定，很确定。表情还有点没瞧起我。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三，放。二，加油啊！一。哎！我发现问题了，你躲了。你得有个缓冲。我是。哎，对。你这晃一下是啥意思？放他一条生路。下次努力。动作还不够熟练哈。我来判断，我判断的仔细。你看柿子是不是三个？对，这道题答对了。由于又没有接到答案球，所以我再扣一个。对，就这个意思。球包准备下一题。请仔细观察一下图片，计时开始。可以和奶奶有一个分工。春。你先来边看。口口。请问哪个成语中带有的口字最多？饭。我也来。哎哎，奶奶您去。我不敢了。我怕我又不过脑子。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过脑子，这算是一个你的小缺点吗？算是。哎呀，你还勇于承认。我再问一下，这个五是你的建议还是奶奶心中的答案？我的建议，因为你刚才看见什么？我记得是口口音音。口音音，这是个什么词儿？里边有几个？有几个口啊？两个。对呀，我们的题是什么？哪个里头的口最多？对呀，别的有几个口？别的基本上都没口啊，我看了。来，放吧。放球，看看答案。好，奶奶可以做一下准备动作啊。三。二，一，哇，哇！哎呀，太棒了，哇！哎，答案错了，球接着了。啊，偏旁也算呐，没偏旁提示啊。就说这四个字里面带口的最多的是多少？哼上面有几个口？一个哼上就两个口。咱们瞧得不仔细。对，所以你再把最后那个五，你再给我念一遍，念什么？口口什么？再念一遍，我没五。声啊，口口声。你刚才说什么？音音。口口音音。哎呀，没，跟你也是认字呢。没仔细看是吧？啊，不是，说错了。虽然你选错了，但是奶奶给你救回来一个球，对吗？所以我们再扣一分。接下来，请听下一题。请问哪个是海洋生物？一，下一个音是什么颜色？雪三。哎呦哎哎！其实也还好，对不对？还没有那么糟。因为我选的全部正确答案，然后有一个是我出了例外，然后奶奶帮我补回来了一球。对呀、啊。所以奶奶虽然没有你训练跑酷的时间长，但你发现没有？奶奶还不老，奶奶还很厉害，对吗？对，你还是要信任奶奶的。
奶奶绝对厉害，下回我选对的答案，然后奶奶接，绝对要挣回分来，我就不信我挣不回来了，我。哎，我问一下奶奶，平时带孩子累吗？不累。不可能，我觉得至少累一个地儿，累耳朵。这孩子话太多了，你是不是在家就是特别喜欢讲话？对。我天天跟我爸我妈旁边叨叨叨叨叨叨，所以他们也都喜欢听你讲话，对吗？嗯，烦着呢。哎，那我问问，烦着？应该不会，因为我听说呀，咱们小浩轩也是个小暖男，对吧？虽然这个话说的多，但都是奶奶喜欢听的暖心的话。我们反正平常不管干什么都知道先问问奶奶累吗。奶奶吃饭了没有？等会儿要一有好吃的，我说奶奶你先吃。我们这些礼貌我的还可以吧？啊，这是有刻意的引导过吗？孩子就变得这么有礼貌？也没特意说教，因为我们家人好像习惯性的。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言传身教，可能你不用教给他你一定要有礼貌，但如果你的父母家人身边陪伴孩子成长的人都是非常讲礼貌懂礼节的人，孩子自然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所以我们之前一直总说中国好家风，好家风什么叫好家风？它具体的体现其实就是家长在做什么，孩子就学到了什么，这就是传承下来的一个家庭不同的气质。对对对，我们自个儿还能做饭呢。哦，早上我爸妈没起来，我就自己热面包吃。所以因为爸爸妈妈太懒不起来，你给他们做饭是吗？不是，我起来的太早，他们起不来。哇，你给自己做早餐啊？啊。带他俩份了吗？以前我爸爸我妈妈说不要，然后我爸爸以前要，然后现在不要了。所以你还真去问过，说爸爸妈妈你吃吗？我给你们准备是吗？不是，我上我爸那屋叫他起来吃饭，我爸说我不吃了。也不是不吃，就是等我起来吃的时候就已经硬了，咬不动了。那个买的那个热狗，然后他自己加那个热的肠，然后挤点酱什么的，搁点菜，他自己都会弄。然后他热的火候大，叫我说我一会儿吧，然后我眯了一会儿，一会儿再起来就咬不动了。后来我说那你就别做了，因为你咬不动就浪费了。这样，我跟你说，你这绝对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问问多少家长，说孩子什么八九岁、七八岁的时候还能起来给家长做一顿早餐，做早饭，都别说是给我做那个什么热狗，面包硬了，就石头呢，我都得感动的给他咽了。我为了吃这顿饭，我得上表起床。好吧，好吧，我改正。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小暖男啊，真好。好，我觉得是这样。你看你那么懂得关心家人，这个时候你要鼓励一下奶奶。因为接下来我希望你们团队合作要越战越勇，好不好？哎，对了，叔叔，那个可以隔着墙讨论吗？是隔着墙。接下来一关就是你和奶奶要分开了，隔着墙讨论，各自回答各自的问题。哦，不可以商量。要不要进入我们下一关？要。好，一起进入我们的下一关，各个击破。球宝，请出题。这是一道音乐题，首先请听音乐。请问该歌曲是我国哪个项目国家队的队歌？这道题其实我觉得对奶奶应该不难。累不累什么了？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我选这个。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选的是哎，我选错了。来，请转身，看看你们彼此的选择。来，奶奶转身。这没我们想的一对去了。还是心有灵犀哈。啊。那我们来看看你们有选对。三、二、一。哎呀，没接。选择正确。谁呀？铿锵玫瑰这首歌嘛，我们非常熟悉，只要配有女足的画面都会配上这首歌。但是奶奶没有接到球啊，所以还是要扣掉一格能量。接下来请听下一题。请问跳跳糖和碳酸汽水在口腔里会有跳动的感觉，是因为它在制作过程中添加了哪种气体？跳跳糖吃过吗？
宝贝。吃过。什么感觉？给我形容一下。它是扎嘴跳跳。啊，有声音吗？有。什么声音？它的，我也学的不像。啊，噼里啪啦的是吧？啊，跟放炮似的。给你最后三秒钟，三、二、一，好，来，请转身。不同赛道，谁的回答是正确的？三、二、一。哎呀！祝贺奶奶选对答案二氧化碳，而且还接到了球。可惜哈，浩轩没有选对，但是也很正常啊。再扣一分，请转身看下一题。请问，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是名著《红楼梦》中的经典语句，它出自以下哪个场景？为了让小朋友更好的做选择，叔叔决定再给你读一遍这个题目，你来根据我说的这句诗当中的一些字来做判断好吗？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好了，选完了。三、二、一，请转身。好，看看正确答案从哪边掉落。三、二、一。哎呀！哎呀！太棒了！祝贺你们选对答案，黛玉葬花。好，球宝，请出题。一片杏花香描写的是以下哪张图片上的花？推理，我推理是三。不应该在瓜田里做什么事情？提鞋子，你看正好像偷瓜。回头来看看彼此的答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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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过后，你们的能量值还有三格，所以恭喜你们进入到了第三关。高兴吗？高兴。这个小韩看了这一关之后有什么感受？就觉得他挺聪明的，脑子很快。我看他们那个比赛就学经验，我都把那个球宝的套路全部学会了。你给我总结一下球宝现在有什么套路？你看，比如说那个第一关，他最后每次总是那个音乐题。对，选颜色。你研究我研究得很深刻。嗯。第二关它有什么特点？第二关它的特点就是考那些小学生不会的题，就是显得他有文化，显得他有水平。你的意思说我欺负你了呗？不是，我的意思是显得你有文化，你又有文化，你又聪明，你又好，你又帅。我都想直接把终极大奖给他了。你嘴可真甜呀。所以他出的都是你不会的题，然后你还这么说他，你有什么目的？你是想第三关让他出的再简单一点？看透了。我脸上露出一丝坏坏的微笑。明轩，你知道终极大奖是什么吗？不知道。暑假作业。那还要继续吗？要不现在回去吧。要。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关——球宝追逐战。本轮挑战，祖孙二人将进行快问快答追逐战。答题过程中，被球宝追上则挑战失败，未被追上则挑战成功。准备好了吗？加油啊！准备好了。请问，海洋中最聪明的动物是什么？蓝鲸。错误。快，可以换题，可以过。快说过了，下一题。奶奶可以说呀。嗯，过了。哎，过。东北有三宝，被称为百草之王的是什么？过。请说出三个带三点水的字。浩。喂喂喂，喝。羊。还差一个。海，正确。啥？这是结束了？这是什么鬼呀？我刚
这不四个了吗？因为你三个说的是喝，那个就没算吗？喝水的喝，喝水的喝也没有三点水吗？那是口字旁。渴，哦，渴是吧？还是咱们答错了？咱们答错了，已经很棒了。我说实话啊，所有的小朋友，最后失败的那一刻，就是说游戏终止那一刻，都会不开心。其实跟失不失败没关系，我的理解就像游乐园到点下班了，闭园了，不能再玩了，是一种感觉。你今天有什么收获？你觉得今天开心吗？嗯，很开心。呀，这个说的太勉强了吧？真开心吗？啊，张浩轩，我觉得你今天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你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强大。其实很多题我也不会做，但是你能走到这儿，我觉得真的很。你很厉害，你已经比我厉害多了，你给我很大的惊喜，谢谢你。哎呀，耶，还不谢谢老爸，谢谢你的教练。这个小表情啊，好，接下来请你发表获奖感言。今天第一个要谢谢谁？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让你说三次感谢，好吗？第一个，你此刻最想感谢的是。球宝。哎，为什么？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要谢他？如果不是他最后追上你，你可能还拿大奖，你反而还要谢谢他，为什么？因为他给我的好运，他让你进入到第三关了，对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谢我，我有点想哭。你有点不好意思了是吧？好，第二个你想感谢谁？感谢奶奶。感谢奶奶。嗯，为什么要谢谢奶奶？虽然奶奶跟我讨论不了了，但是我跟奶奶还是能一致的回答出来。所以无论是今天在赛场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奶奶都是最可以信赖最可以依靠的人，对吧？好，第三个最后一个你想谢谢谁？勇敢点说吧。谢谢您。哦，你为什么要谢谢我呀？我没有帮你拿到大奖啊。就行了，杨帆，把题库打开再来一次。其实我们设置这个节目，咱们不说探讨代际情了，其实不同的年代的人对于如何培养孩子是有不一样的观点的。所以其实在今天这一家人当中，首先看到了就是目标一致，如何培养这个小朋友，而且这个小朋友从头到尾给我们表现的是他的快乐，是他的天真，是他的善良。嗯，我觉得这一点品质其实比你具备多少技能，甚至比他什么跑酷跳得高跑得快都要重要的多得多。对，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偷着抿嘴笑啥呢？你是知道我在夸你是吗？真的感谢今天阿姨和孩子来到我们的现场。最后，你的好朋友球宝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礼物来喽。吉卡斯红酒，非凡品味，品质创造价值。本节目获奖选手将获得由吉卡斯国际酒业提供的精美红酒一份。哎，谢谢。好好准备，希望有一天你再来重新挑战我们的舞台，下一次你一定要成功，好吗？啊，再见。下一次等我知识储备量够多了再。好，我等着你。有可能球宝还会给我准备更难的题。好学，没错，我等着你。再见。再见。球宝再见。再见。本节目由广药牌灵芝孢子油特别呈现。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源自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浓缩灵芝孢子粉精华，提高免疫力。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家庭的祖孙搭档闪亮登场。你好。你好。哎，你好宝贝。哎呀，真漂亮。大家好，我是周兰心，今年八岁了，小名叫周小九。大家好，我是小九的姥姥，今年66岁了，我的名字叫马格欣。啊，姥姥那个状态是真年轻。太好了。啊，哎呀。而且呢，我要特别给小韩介绍一下哈。虽然来到我们现场这个挑战家庭呢是祖孙三代，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音乐世家来讲，应该准确的说是四代，对吧？应该是小九的太姥姥啊，今天是啊没有来到现场，对吗？但是唱的也很好，很好。咱们依次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妈妈是
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专业的哈。外婆呢？我毕业于东北师大音乐教育系。哎呦，所以你呢，小九？音乐八级。什么？音乐八级。音乐八级。声乐考级。声乐考级都已经八级了，是吗？那这样咱们能不能现场给大家唱一段？行。可以。啊，咱们把妈妈请下来，好不好？合作一下。接下来首先有请我们的音乐评委蒋小涵投票。哦，我觉得吧，我想拽两句那个音乐特专业的，实在没挤出来。我觉得我们的小九不是第一次登台吧？不是。是吧？肯定是很有经验的了，在台上一看特别自信，掌控全场的感觉。你知道我看出什么来了？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九儿这么优秀要得益于家人的培养，但是贡献最大的应该是姥姥啊。好像是小九儿从出生几个月的时候您就开始全方位的接管。是他从23天就在我那儿，因为吧妈妈特什么意思，他23天生下来就送到您那儿去了是吧？对，就喂的啊。不是您来孩子家里帮忙、不是，送到我的家里，然后我就是奶粉喂大的。然后小九的成长可以这样说，在他的各种学习上我给他报了好多班。都报哪些班了？我给他报了钢琴，报了芭蕾形体，报的英语，报的口才，报的朗读。好家伙，我想在今后的社会当中走向世界的时候他心里头愉快就行。那所以将来你的梦想还不一定呢，因为你会的太多了。对。你现在有具体的目标吗？长大要做什么？长大就是想做个歌唱家或者舞蹈家，奥数，就是数学家、奥数数学家，就是数学家等等。什么意思？你数学还很好是吗？对，数学很好，打过托儿一年级和二年级都打过100。哎呦，完了，秋宝你可遇到对手了。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请问我和杨帆谁漂亮？嗯，杨帆老师漂亮。你别搞艺术了，你的审美有点跑偏。那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很漂亮。好吧，一会儿出题的时候我会出难题。你最好多出点数学题。我看这个资料显示说，这个虽然姥姥给孩子报了很多班啊，但是小九跟姥姥在一起的时间他觉得是最快乐的。对，跟我的情感是最深的。为什么呢？一般您都是陪孩子都是学习，那就是比如说我不爱吃饭的时候，姥姥就会就是让我和他一起做饭，或者就是自己做，让你动手做美食，自己做的就爱吃了。对。哎，姥姥这个方法特别好哈。所以你看姥姥这个方法其实很有启发的作用，而且小朋友好像在厌学的时候姥姥也有一些引导的方法。他写作业的时候让他精力集中的一定好好写，写完了以后我就会给他打一个勾，然后奖励过5个的时候就给他奖励一点。有积分。坏了，完了，秋宝，咱们节目的游戏规则让姥姥提前就给研制出来了，对不对？咱们不也是这规则吗？没关系，我看他们过得去过不去只看一个问题，我和杨帆谁漂亮。秋宝记仇了。不是，秋宝今天你怎么了？因为今天是我头一次和小韩姐姐见面。哎呦，原来你见到了
一个和你脸一样圆，不是，对，就是，所以我们俩特别有眼缘，对吧？小韩发型也差不多。你说我和杨帆谁漂亮？你漂亮。把这句话重播100遍。行行行，哎，球宝给你提一个要求哈，你不要分心，好好出题，好吗？好的，宝贝，接下来我们和姥姥先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舞台。第一关首先要考验你们的是记忆力，所以名字叫技高一筹。来，有请球宝出题。请仔细观察一下图片，计时开始。他肯定问的是谁手里没拿东西。好了，我知道了。请问哪个女孩的手上没有拿东西？五。第一个。五。她拿的月饼，我没拿。五。嗯。五什么也没拿，做个这个动作。姥姥非常肯定，说五号啥也没拿。对。五号是什么动作？五号是个耶的动作。哦。好。答案正确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三。哟哟，答对了，没接着，接着，哎呀，要扣掉一分哈。那他不是接着了吗？啊，不可以落地的，行，不可以落地，在空中要接住他哈。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我觉得这个球落下来速度还挺快的，你要这样去抓它，我觉得很难，最好给他抱到怀里哈。球宝，请继续出题。请仔细观察一下图片，计时开始。什么来着？那是那个山脉流水的梅花，那个那是个山，那是梅花宴，春天。什么意思？底下都一样哈。请问？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描写的是哪张图片中的景象？哎呀，又错了，这孩子。确定吗？确定。他画的是一张什么样的图片？山。画了一个山，是吗？对。在二号赛道，对吗？错了。第一个景，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山是第一个。你试试吧，我们。山不是第二个吗？山是第一个，去。错了，你负责。来，请准备，三、二、一。哇，哎呀，没关系。答案选对了，但是球没有接到，还是要再扣掉一格能量。没关系，嗯，接球了，答对了，答对了就好。好，姥姥在尝试着不断的这个鼓励小九哈。你下次你去。嗯，没关系，勇敢。请继续出题。请仔细观察一下图片，计时开始。哇，这个好近，不能拍确实。第二个球是什么？第二球是那个羽毛球。他应该是问哪个球最小。第一个球什么？乒乓球。第二个是篮球。第二球。这什么？足球。这不是足球。这个是足球，那是足球，这是足球。网球，网球，乒乓球。网球。请问，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所有球类运动中，哪种球能达到的瞬间速度最快？乒乓球。哪个球？什么？那乒乓球？你去。应该是羽毛球吧？你告诉老哪个最好？乒乓球最快。乒乓球是最快的。对啊。是吗？乒乓球是第一个。好，那我听你的，你来吧。我接不住，你接没关系，勇敢点，你就掉了也没关系。是乒乓球吗？我觉得，我也认为是。我感觉像网球应该是。我总觉得是乒乓球，乒乓球。那乒乓球好了。好，听你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网球还是乒乓球。三、二、一。羽毛球，是吗？
之前有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统计了一下，羽毛球击打之后那个速度测算可以达到每小时400公里。哦，所以其他的球类都比不过羽毛球速度快，所以选择答案错误，接球错误，需要再扣掉2分。那我们第一关就给淘汰了。怎么会这样呢？来之前设想的是很好的，下次就会好的，没关系，姥姥相信你。来，咱俩击掌，宝贝儿，好，加油，一定加油，你一定能好，姥姥相信你。请继续出题。请问泼水节是哪个民族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第三个。请问下一个音是什么颜色？最后一个。哎呀，哎呀！第一关打出完毕，目前你们现在只剩下4个能量了。没事，没事。我来。嗯，你是最勇敢的，没关系。那我在这边，在那边。嗯，好。那我在那边，在这边。嗯，行。嗯。那么着急啊？现在就要去啊？来。那第二关我估计我也过不了。深吸一口气。我可以理解啊，小九之前参加过很多的比赛，我相信都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打击哈，什么题也做不对，一下有点懵。我和你一样，如果我也是一道题都没做对的话，我可能也还不如你现在状态好。对呀，要不节目怎么叫越战越勇呢？对不对？战就是有失败有胜利，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赢了还是输了，你心态很重要，应该是越挫越勇。即便到目前为止成绩不理想，但是不要挫败你的信心，是吧？嗯，孩子很要强，对，能看得出来，要强要面。嗯，他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特别是当着妈妈和姥姥的面，他希望做得很好。那我不知道像平时遇到这样的情况，孩子妈妈会有什么样的鼓励和引导呢？就是学完习去个超市买点东西，就是买薯片之类的。行了，哦，你这是暗示我呢是吧？来，那个九宝，你现在不出题了，你替我去买点薯片过来。好的。其实姥姥一直在安慰孩子哈。对，嗯，对，其实他的眼泪就要出来了，我都知道。没有，啊，其实我的眼泪也在眼前，也要出来了。姥姥是心疼的眼泪，啊。对。哎，咱们聊一个别的话题好不好？什么话题？聊一个开心的。我听说你姥姥有一个很擅长的事情，因为她知道你喜欢小动物。对啊。她给你养了好多小动物回来。对啊。都给你养了什么动物？你可以给我讲讲吗？鸡、鸭、兔。兔、兔子，还有什么？鱼。鱼。青蛙。青蛙。还有。乌龟养过吗？乌龟养过。哦，养过。小螃蟹。小螃蟹。猫。猫咪也养过。仓鼠。仓鼠。鸽子。还养过鸟。呵，看来你姥姥是要开动物园是吗？哦，是的。哇，那你们家现在肯定特别热闹是吗？都死了。你是不是跟叔叔不开心，你故意气我不让我去你家看，你就说都死了。一个螃蟹是越狱了。螃蟹越狱了？对，没事，我不喜欢螃蟹。我要看那乌龟呢，干死了。乌龟我可以不看，我喜欢鸟，你给我看看你们家鸟也行吗？飞走了。猫总有吧？猫送走了。为什么送走了？耽误学习啊。不是，猫怎么耽误学习了？老怕我书桌上。老怕你书桌上，它在就你就看不了书。对。那现在家里就什么都没有了？有鱼啊。啊，还有鱼，好吃吗？那什么品种鱼？能吃吗？就是两只泥鳅啊。泥鳅还真是能吃。能吃，是吗？那我这样吧，你跟姥姥再商量一下，近期看看要不要再养点什么小动物。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我替动物着想。姥姥，您本身喜欢动物吗？一般是吧。要是喜欢的话，就不会是这种下场。其实我能感受到姥姥是不是平时特别爱干净。对，然后家里一定要一尘不染，是不是那种感觉的？然后如果养动物的话，肯定就会比较脏乱，你就要必须要去收拾它。所以我知道不喜欢小动物的人，其实养动物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但是你看姥姥为了你，对吧？为了你的需求，养了各式各样这么多的动物，虽然最后他没有经验，这些动物都没有能够善始善终，但是至少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看得到姥姥对你的这份爱和你对你无条件的支持。姥姥是最爱你的，而且你和姥姥是最默契的。
而且刚才这个第一关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看出来了，都能够记住答案是什么。其实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还不够细心，没有看清楚在哪个位置。这一次我多给你几秒钟记位置的时间，好不好？好。然后换一个心情，我们这里我再次强调，我们不比赛，我这也不是什么什么杯，我这也没有奖杯，也不发奖。但是我会有小纪念品会给你，啊，所以来我这里就相当于去游乐园玩，好不好？好，倒数三二一，进入我们的下一关，叫各个击破。来，球宝，请出题。以下五张图片，其中有两组对称图片。请找出不对称的那张图片是哪个？快看，快看，这两张，这两张不是啊！哎呀，哎，这个我，这个有点别扭，确定？它不一样，我，而且这个不一样，错了，请转身。啊？这个别扭吗？这不得俩一样吗？就有一个不一样，就他不一样哎。嗯啊，我们看究竟是二号还是五号？三、二、一。哎呀，哎呀，啊哈哈！哎呦，总也抓不住啊。怎么是第五个呢？为啥？因为第一张图片和第三张图片是相互对称的关系，第二张和第四张是相互对称的，第五张跟谁都不对称。所以小九没有选对答案扣一分，外婆没有接到球再扣一分，扣掉两分。请转身看下一题。请听题。北京时间2022年4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着陆，圆满完成任务。请问在太空生活的6个月里，航天员不能做以下哪些事？运动可以的话，梳头也可以，看过弹古筝也可以，讲知识课堂肯定可以，这是第一个，一定是第一个。你选的一，这个叔叔在干嘛？洗衣服呀。洗衣服啊？那是在干嘛？你看他眼睛在戴着什么？啊，对对对，啊，运动不行，梳头肯定不行。那我们就回头来看看彼此的答案。好，外婆和小九都选择了理发，答案正不正确呢？三、二、一。开始选对了，对，这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题。一号是手脚放在了睡袋的外边睡觉，在太空睡觉的时候，即使是在睡袋里面，手脚是要放到睡袋里，要不然会怎么样？你睡着了，手就飘起来了，手飘起来你会有可能误触到一些很重要的按钮，会给航天员带来危险。所以最后仅剩的一格能量我们也要吸收掉了。不过没有关系，你觉得今天像是比赛吗？像啊，像哪儿像比赛？那不是有分吗？那又没有数字。今天这不是比赛，今天是来和姥姥玩了一关又一关这个猜谜的游戏，有些你会的咱们就猜对了，没有猜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还不会嘛，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小学生，对于未来我们还要学很多很多的知识，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今天你和姥姥配合得很好，虽然有一点是遗憾哈，这个球一直没有搞定，一个都没抓到，所以也是给你们俩一个提醒，姥姥可以再陪孩子在家除了进行文艺方面的训练之外，下次我们可以尝尝打篮球。
我觉得因为孩子他在舞台上他非常非常想答对，他特别想得分，所以他的这个心态呀，可能会让自己有时候会有点慌乱，可能有些本来能够答对的题反倒一慌一着急就答不出来了。在小九答不出题的时候，姥姥其实是特别能够体恤孩子当时那种挫败感哈，孩子那种沮丧的心情，所以我感觉姥姥其实姥姥本身没那么在意，但是姥姥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目光的焦点都在孩子身上，所以会被孩子情绪的变化所牵动。不过不管怎么样，今天在台上我可以看到我们的小九和姥姥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默契的，而且这个祖孙两个人哈感情非常的深。我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特别的美好的，继续加油，然后以后争取小动物别给养死了好不好，这方面咱们也提高一点啊。他笑了，我就知道了你又开心了。今天我们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下次我们提高打篮球的水平，再来我们越战越勇玩，就一定会挑战成功了，对不对？对。我之所以说今天是一个游戏，是因为如果是比赛输了是什么都不会带走，但是今天小九依然可以拿走一份奖品。不信你看球宝给你准备了什么。小九九，礼物来喽。祝贺小九，也祝贺姥姥获得了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的美味礼盒，百年传承东谷酿造。谢谢，来谢谢姑娘。小九回家再做什么美食的时候，别忘了给我发照片，好不好？给姥姥新的礼物好吗？再见，谢谢。祖孙协力答题，用爱拉近距离，今晚的越战越勇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登台挑战的选手，给我们带来快乐与感动。这里是越战越勇，我们下周再见。